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农村阿亮，今天来到九哥这边啊，听九哥说今天他们村呢，有那个爱心公益人士来到他们村做这个爱心午餐给村上的老人吃。村上的老人呢也陆续过来了，大家都提着这个锅啊、瓢盆啊那些过来。老奶奶唱歌好听哦。哇，真的凉哦，太快了！现在各位爷爷奶奶呢，都已经抽好这个奖了，大家都很开心啊，都抽到了很多这个奖品啊，礼品。这个猪肉呢，也差不多了啊，好香啊，特别特别香。现在这个菜已经做好了，准备分菜了。各位爷爷奶奶呢，都已经排好整齐的队伍啊，来领这个菜了啊。真正感谢政府公家的位兄弟啊，弟兄，老板，真正感谢各位，好，亮亮把尊，哎，公家过来欢迎咯，哎，真正健康万岁，新希望，真正健康，和牛东好，哎。